过去这盘我十几年前买的时候三亿多了。迄时阵嘛是只，甲要买遮贵，甲要买遮贵，甲要一平十万左右，十万，买三亿外，安尼啊，遮侪钱，三亿外，三亿外，甲要买，我一直在考虑啦。啊，买啦，买啦，买啦，我就买啊。十年后啊，我就讲一句，安尼啊话好加在，安尼啊话，我当然想先买，我无想先买，即马老塞，买起，即马一平三十几万啦，所以即马十几亿，拢买起，买袂起啊。那房地产侪伙人就两种讲啊，一个就是无买啦，真唔甘愿啦。第二种讲就讲，安尼啊话好加在，当然是我有买，安尼啊话，即马要买我嘛买袂起。我就是这种人，过去这房我十几年前买的时候三亿外啦，迄时阵嘛是只，甲要买遮贵，甲要买遮贵，甲要一平十万左右，十万，买三亿外，安尼啊，遮侪钱，三亿外，三亿外，甲买，我一直在考虑啦，啊买啦，买啦，买啦，我就买啊。十年后啊，我就讲一句，安尼啊话好加在，安尼啊话，我当然想先买，我无想先买，即马老塞，买袂起，即马一平三十几万啦，所以即马十几亿，拢买起，买袂起啊。买地之间呢，会使你啦，但你爱去算看嘛。你去买套地厝的时候，我土地阿买恁注意听。你买套地厝的时候，土地卖三十平啦，啊，建卖几平，建卖约七十平。你莫讲拢安尼较济，你莫套地拢超二三十平嘛，啊，建卖七十平，啊，你开偌济？开两千五。或者说是安尼好啊，你加真简单。即马吼建平，建平就是咱厝内底平数叫建平，土卡平就是土卡偌大地，安尼听啦。好来，即先莫管土卡平几平，建来偌济，是我讲建平。即马建平行情咧算吼，超十一万啦，十一万啦。才十一万就起会起来，我叫来起七十平要偌济钱？七百七十万，安听有无？啊，过来这间要卖偌济？这间要卖两千五，啊，就代表讲伊个厝起七百七，出八百算嘛。啊，代表讲啥？伊个土地偌济钱？千七万嘛。啊，千七万要来几平？你就看伊土地平几啊？三十平，三十平千七万，代表讲伊一平，伊个一平卖咱超五十八万外七万，安听有无？因为咱靠着迄厝的价值，伊讲要卖两千五，靠厝的价值了，就剩千七万，千七万就伊个土地三十平，算一平，总共偌济钱？五十几万嘛，哦，五十五万算。好来，你就知影讲，哦，我来这附近的行情，土价平一平是五十五万，你来看隔壁地，好来，隔壁地讲要卖一平卖四十，这就会卖你啊？为什么？我甲这个地卖落来，我甲叫来去甲我起七十平，我开七百七，我起价来，佫比这间两千五较俗啊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